请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老法师平安，请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老法师平安，请求观世音菩萨。小施主，我难道是在梦中？不是梦，小施主，贫僧还活着，还活着呀。老法师，你还活着，谢天谢地，你还活着。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奇怪，按说这和尚受逸轩供养多年，本以为会替那个反贼出谋划策，可朕翻遍他的书信，却只字未提军事，多是劝其从善如流，此事着实令人费解。陛下，陈文内僧人自20年前来到我国，一直潜心以经讲法，劝人向善，对礼法并无半点逾越，但凡见过他的人都称赞他胸怀坦荡，是一位高僧大德，圣明之下无有虚实，我想这位法师应该名副其实。朕曾平蛮越，抗北夷，一生杀人如麻，从不相信什么性善之说。逸轩谋反之际，朕势单力孤，多少公卿大臣都叛朕而去，这外邦的僧人却能忠于皇室，只守正道，实在令人唏嘘感叹。去把法师请来，朕想亲眼见上一面。贫僧求那跋陀罗叩见皇上。法师跟随逸轩谋反，一路劳苦功高。陛下，贫僧沾染罪过，自当粉身碎骨。哼，朕听闻法师不但受那乱臣贼子的供养，还跟随他一道出兵反叛，可有此事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参与政事，但贫僧虽是受其胁迫，亦是溯源所感，贫僧愿意领罪。法师自称受人胁迫，可有凭证？逸轩谋反之事确实是将贫僧带进军营，可陛下若要贫僧证明是受他胁迫，贫僧除一句出家人不妄语之外，别无凭证。法师不怕死吗？回陛下，贫僧怕死，但贫僧更怕违背佛陀，违背三宝，违背这天地间的正道。说得好。法师，朕最后问你，你可想念逸轩？陛下，贫僧受其10年供养，恩德不敢忘却。逸轩虽是反贼，可他已然辅助出家人慈悲为怀，若能蒙陛下宽宥，贫僧请为逸轩抄监3年，以减轻他的罪孽。哼，陛下，法师应该是一路颠簸，意志不清了。臣恳请陛下饶恕他年老昏聩之罪。法师果然如传闻一样，坦坦荡荡。好，朕便准许你为逸轩超度，成全法师的仁义之心。多谢陛下。小施主。经过这次劫难，我亲眼见到了观世音菩萨的灵验，所以决定剃度出家。老法师，请您收我为徒。我愿皈依三宝，跟随老法师修行佛法，愿将佛陀的真理传扬给天下人。善哉，善哉。看哪，佛陀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求那跋陀罗于42岁时来到中国，75岁圆寂。他
他将自己的后半生完全致力于翻译佛教经典并宣讲佛法，先后译有《杂阿含经》《大马古经》《胜蛮经》《伽伽经》及《相续解脱经》和《无量寿经》等佛教经典，为佛教在汉地的推广和传播做出极大贡献。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，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。为了回馈社会，关怀弱势族群，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，即积极地协助青海学生弃养学童、中辍生就学、生活及品德教育，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、济贫发放、急难救助、老弱病苦、单亲家庭、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，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，以圆满老安少怀，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精神，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。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，累积福慧资粮，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、平安吉祥。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，援助弱势众族群，同离忧患常安乐。护持账号5005-9824 5005-9824，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儿科医师陈慕容。全球武汉肺炎疫情快速变化，相关防护措施也要配合升级。出入人多的公共场所要遵守政府防疫社交距离注意事项，才能妥善防疫，让你我都安心。提醒您，搭乘所有大众运输工具时，务必做到以下事项：一、全程佩戴口罩，屡劝不听者，最高可处15000元罚锾。二、配合测量体温。三、避免交谈。四、不要饮食。出入公共场合时，请保持室内 1.5 公尺、室外1公尺距离。若无法维持社交距离，请全程佩戴口罩。感谢您的配合，也请大家给第一线服务人员支持与鼓励，不要让防疫的距离影响你我心的距离。南无甚深普遍自然解脱，灭罪除障，刹挪成就诸佛十万名号，为尽虚空一切众生，皈依九传承诸上师。四六续部坛城本尊及母续海会圣众。南无甚深普遍自然解脱，灭罪除障，刹挪成就诸佛十万名号，
为尽虚空一切众生，皈依九传承诸上师。四六续部坛城本尊及母续海会圣众。南无甚深普遍自然解脱灭罪除障刹挪成就诸佛十万名号，为尽虚空一切众生，皈依九传承诸上师。四六续部坛城本尊及母续海会圣众。念诵一遍，其功德若有行，则尽虚空亦不能容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